上就可以了。那这一集的话，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小羊的这个勾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要用到的用线是这个五谷的牛奶棉，那要不了多少，我绕了一点，然后记号扣，还有这个纽扣，纽扣的话大家根据这个鞋身的这个颜色，那这个男宝宝的话是这个深色的，我用的是湛青色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女宝宝的做粉色系的也可以，然后是这个可钩的六号钩针，六号钩针的话就是 2.5， 然后还有这种粗的缝衣针，还有这种细的缝衣针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羊，我们首先勾下面这一个大的圆形，最下面这个米色的这个头，这个头的勾法。首先我们拿出这个米色的线，好，我们要不了多少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食指上，我们先绕一圈，然后捏住线头，捏住这个线圈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两三个手指我们这样拿线绕过这个食指，然后中指和拇指我们捏住这个线圈的这个接口这里，然后把钩针穿进去，然后把线头我们把它拖出来。我们把这个线圈带进来以后呢，我们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好，这个是起立针，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大的孔里边，这个大的圈线圈里边，我们一共要勾八个短针，首先穿进去，好，把这个线我们把它带出来，然后绕线拖出这两个线圈，这个就是短针的勾法。这一针勾完以后呢，我们用记号扣在第一针后面做上记号，到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做引拔针，新手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记号扣给它给扣上。好，这个是一针了，我们还要勾七个短针，依然是在这个大的孔里边把线这样勾出来，然后同时勾出两个线圈，好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。八个短针勾完以后呢，我们第一圈的话我们就已经勾完了，然后把这个线头呢，把这根线头我们把它拉紧，拉到中间没有缝隙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那第一圈我们就完成了。完成以后呢，我们要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，也就是第一个短针上面呢，我们要做引拔针，先把记号扣取下来，然后钩针穿进去，直接把这个线我们拖过这两个线圈，同时拖出这两个线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圈，第一圈有八个短针。接下来第二圈，第二圈的话我们是每一针里边我们都要加一针，一共就是16针，也就是在这八个短针上面我们每一针里我们都要勾两个短针。首先我们也是先立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在立起立针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这个地方是第一针，然后这里是第二针，我们要在第一针里边这里勾两个短针。好，钩针穿进去，好，这里有一点紧，一个短针。好，一定要记得每一圈开始一定要在第一个短针这里呢我们要做记号。这是一个短针了，还要勾一个短针，两个，这是在同一个孔里边勾出来的两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孔里边我们都要勾两个短针，这是第二针。好，依然是在这个孔第二个短针，然后下面一个孔第三个孔里边还是这里勾两个短针，
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两个短针，这一圈勾完了，我们一共是16针。大家到时候可以数一下是不是16针。好，还有最后一组，这里再勾两针，好，最后一组我们就勾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是不是16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。好，然后这个记号扣的这里呢就是第一针，那这里就是第16针，一共是16个短针。好，16针勾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依然是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做记号，不是做记号，做引拔针，钩针穿进去，直接拖出两个线圈。好，这个就是引拔针。第二圈勾好后的样子就这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勾第三圈，第三圈的话我们是也是这一圈一共加八针，隔一针加一针，那我们加完以后呢，第三圈就是24针。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也是在立起立针的下面，这里是第一针，我们先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记号扣。一个短针勾完以后，我们下面是一个加针了，隔一针加一针的意思就是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下一针勾两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勾好以后，然后下面我们这一针里同时勾出两个短针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一组，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。那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个短针，好，下面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。好，这一圈就是这样重复，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加针就是在同一个孔里勾出两个短针。那这一圈勾完的话，我们一共是24针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一圈先勾完，勾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在哪里做引拔针。好，第三圈我们已经勾到最后了，这个24针呢我们已经勾完，勾完以后然后依然是在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呢我们做引拔针。好，接下来勾第四圈，第四圈我们的勾法依然是每一圈加八针，第四圈我们应该是隔两针加一针。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好，在起立针的这个地方，这里是起立针的地方，那我们是第一针是在这个地方的。好，穿进去，勾一个短针出来，记号扣。好，然后一个短针了，我们是隔两针加一针，那我们就是先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个了，两个。好，下面是一个加针，那我们已经勾了两个短针了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加针，也就是在第三个孔里边我们要同时勾出两个短针。好，继续还在这个孔里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个就是一组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重复七次这个步骤。一个短针，然后再一个短针，接下来两个短针，这样就是隔两针加一针的意思。好，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，两个短针，然后一个加针，两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这样把这一圈勾完。这一圈勾完的话，一共是32针，因为我们上一圈是24针，然后加上这一圈的加八针的话，一共就是32针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一圈的32针先勾完。好，第四圈呢，我们已经勾好了32针。
把记号扣取下来，在第一针里边把钩针穿进去，拖出线圈，然后直接拖出这个线圈。好，这个就是第四圈。然后第四圈勾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现在就来勾这个头发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波浪形的这个花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首先我们要立两个起立针，我们是立两个起立针这里，然后我们要勾在这个引拔针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勾两个长针在同一个孔，就是在这个立起立针的这个地方先勾一个长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，我们先绕线穿到这一个孔里边，把线拖出来，把线圈拉长，钩针上三个线圈。好，然后绕线拖出前面两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拖出后面两个线圈，这个就是长针的勾法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勾完长针以后，我们要在第一个长针的后面我们要做上记号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就是这里就是结尾的地方，然后再勾一个，还在这个孔里边再勾一个长针。那之前那个鞋子的勾法的话，我们已经接触过长针了，那这里的话我就不再细讲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再勾一个中长针，两个长针一个中长针，刚刚这个两个起立针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相当于一个中长针了，绕线穿到还是同一个孔穿进去。好，钩针上三个线圈，我们同时拖出三个线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中长针的勾法。那我们一个花边的这个针法的话，就是一个中长针两个长针一个中长针这样组合的，然后中间我们空一个不勾，接下来空一个，这里下面一格我们不勾，我们再下隔一个短针不勾，然后在下一个短针里边我们勾一个引拔针。好，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再空一格不勾，在下一针里我们继续勾这个花边，绕线。好，这里是空了一格的，我们一定要空一格，在下一格里边我们先勾一个中长针，我们重复刚刚的这个花样，一个中长针。好，同一个孔里再勾两个长针，一个长针了，然后第二个长针，然后下一针再勾一个中长针，还是在这个孔里边勾一个中长针。好，这个第二个花边就勾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又是这里空的这个不勾，在下一针里勾一个引拔针。这个花边之间的话，两边我们都是各空了一格的。好，然后又是一个引拔针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又是空一格不勾，在下一格里边我们勾一个中长针，两个长针，然后又是一个中长针，还是在这个孔里边，一个孔里边我们就要勾四针。好，勾完以后呢，我们又是空一格不勾，下一针里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。好，这边的话我就不放慢动作了，我们就直接正常的勾，空一格不勾，然后下面一个中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。好，空一个不勾，下面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空一个不勾，这个花边的两边我们都是空了一个不勾，然后在同一个孔里再勾一个中长针，两个长针一个中长针，这样对应着勾。好，现在勾两个长针，
一个了，两个，好，下面又是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空一格不勾，下面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继续空一针不勾，中长针，长针，中长针，好，然后再空一格不勾，直接一个引拔针。那勾到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停下了。我们直接再勾一个起立那个辫子针，好，把线圈拉长。好，我们这个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勾了，因为我们下面这个地方我们不用勾。下面我们要留一段距离不勾，因为这里是这个腿的地方，我们这里放了两条腿，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我们是放了两条腿的，所以我们下面这里就可以不用勾了，直接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共是勾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一共是勾了六个花边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剪断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线头留一点，留3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直接把这个线圈我们把它拉出来。啊，这最后一圈的这个记号扣可以不用扣，不用做记号，因为不在这个地方做引拔针。好，这个头部的话，头部的最下面的这个圆的话，我们就已经勾好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勾这个脸部的部分。这个脸部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用的这个肤色的线。好，首先在手上打一个活结，然后把钩针穿进去，这样能来回拖动就可以了。先勾三个辫子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好，三个辫子针勾完以后呢，我们再勾一个起立针，在倒数第二针里边，这里是第一针，倒数第二针里边穿进去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勾一个啊，这个短针勾完以后我们做记号，在第一针里边做记号。好，然后还要在这个孔里边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中间，然后接下来这里中间还有一个孔，我们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在第三针里边，这里最后一针勾三个短针，这个有一点小不好勾。好，一个了，还是在这个孔里，我们再勾两个，三个。好，三个短针勾完以后呢，把这个记号，把这个线头我们把它拉紧，然后把这根线头我们顺到后面，然后我们还要在另外一边勾，刚刚我们勾的是辫子针的一边。好，三个短针勾完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又在另外一边的这个地方对应着勾，接下来又是一个短针。好，剩下的这一针里边我们勾在哪个地方呢？这个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第一针，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大的孔里边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起立针立完以后呢，这里勾了两个短针，那我们最后一个短针依然是勾在这个两个短针的这个孔里边，因为我们两头就是这一边还有这一边的话，我们是每个孔里边都有三针，然后中间有一针是不加不减的，然后再勾出来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。也就是左边我们是三个短针，右边我们也是三个短针，然后中间的话我们是间隔了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。勾完以后呢，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要在记号扣的位置呢，我们要做引拔针。好，相当于我们就是勾了一个椭圆形，就跟我们勾鞋底的时候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鞋底起的针数要长一些。好，接下来开始第二圈。第二圈我们也是要在两头的地方我们要加针。
中间这个不加不减的短针我们永远都是不变的。先立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在立起立针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勾两个短针，一个好，记号扣一定要扣上，一个短针呢现在是，然后还要在这个地方勾一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的这一针我们依然是还要加一针的，一个短针，好，再勾一个短针。接下来中间间隔的这一针是不加不减的，勾一个短针。然后来到这个转角的地方的话，我们之前是勾了一二三三个短针，那这三个短针的话，我们是每一针里我们都要加一针，一共要把它变成六针。好，一个短针，然后还要在这个孔勾一个短针，好，一组了。然后中间这一针我们依然是两个短针，接下来这一针还是两个短针，那我们这一圈的话，这里我们就是加了三。